生命电视慈悲爱众生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尔时，普贤菩萨摩诃萨告大众言：“诸佛子，世界海有十种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诸佛已说、现说、当说，何者为实？”所谓世界的奇世界海奇迹因缘，世界海所依住，世界海形状，世界海体现，世界海庄严，世界海清净，世界海初心，世界海结住，世界海皆转变差别，世界海无差别门。诸佛子，料说世界海有此十事，要广说者，与世界海微尘数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已说、现说、当说。现在普贤菩萨对这个海会大众的诸菩萨说，说这个世界的难力呀、啊、世界海的成就，大致的扩起来说有十种。告诸佛子呢，就显示这个华严法会的大众，就是普贤菩萨从入三昧起起定之后对大众说的，就是请大家注意。对，现在演说世界海，世界就是现在我们所住的依报，依报料说就果冻或者城镇，光说呢，四是指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界呢，是这就是在这个生长之中三世所依据的，就是我们说土地，随世如说界是界限，是此疆彼界，每个国界、每个国家跟国家相距的都有一个界限。就是我们普罗寺，非前边广化寺，也不是后边七佛寺，这个中间各有各的界限。但是这个所说的世界啊，它的广，说的华藏世界，深呢，深不可测呀、啊，世界所有的。世界的难处、世界的萨毒、世界的成坏、世界的生长，就深广的意思，含义深广，所以加海来形容，
都加个海字，海是形容的声光。但是我们说的世界刹海，刹是刹度，集很多的世界成一个种子，叫世界种，种子就生长力，生长世界。那世界是很多了，世界很多了。那咱们这个地球上说，这世界里头，分东方西方、南方北方，分这个海洋，分这陆地，或者以山河为界了，所以海洋为界了，它没有另外的体，都没一个世界。广说起来很广的，料举其实，举十个为例。在《华严经》上讲，十是表无尽的，一字十，再一字十，再一字十，十个一字十就是一百。那一百个再一至十，一至达到一千，就这样的演变，重重无尽，表实时无尽。过去如是说，现在也如是说，未来还如是说，就是三世同说。有时顿说叫顿言，有时候是懒言成的，有时候一身而坐，依佛的教化而坐，它的种类区分呐、外状的区分，它有它内体的差别。有些世界是宝所成的，叫宝庄严；有些个世界是无言的，无垢不净。那佛在出世的时候，依着这个世界，佛出世有种种差别。演佛国道，净佛国道。有的佛住世时间很长，有的佛住世时间很短。因为这个世界成的时间很长，坏的时间很短，就是成住坏空四种的过程当中，都不一定的。劫住的修短，佛出世的差别，都不同，不同。因此呢，在普贤菩萨跟着与会大众，跟他演说这个刹海。刹海是什么呢？就是世界。说这个品叫世界品，这是世界品。它怎么成就的？世界品怎么来的？没有依报，正报也难住何处呢？先说总的世界。所以普贤菩萨跟与会大众说：“诸佛子啊，料说，不是光说，料说，有十种因缘，成就的世界。说一界四海，说现在已成就的世界，或者现在正在成就的世界。”或者当来所成就的世界，怎么料说吗？有这十种成就的世界。
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以前没有普若寺，那建立普若寺了，说以前没有这个世界，现在成就这个世界了，嗯，是无中生有，没有的成就了，怎么成就的？还是人为的了？这个庙不是人盖的吗？我头几天跟他讲，跟大家讲，在宋朝时候，这个咱们这个地域是大华严寺，嗯，那当然也经过很多的一代一代的了，嗯，那我看到最兴盛时候，觉正大寺在这儿，嗯。在明朝元佑年间的时候，嗯，没有成就了，成就又坏了，没有了，华严寺没有了，嗯，现在没有了，空啊，空中又建了，建了什么？普寿寺，嗯，世界也如是，嗯，没有这么个世界，成这么个世界。怎么成就的？如来神力过。咱们说的世界成就，讲如来的成就，法应如是过，法而入世。法而是什么呢？是性，性体，这叫法性。法应如是，一切法就应的入世，嗯，这个后文详细讲啊，怎么会一切法就应入世？这个解说时间很长了，咱们把世界成就，完了单讲华藏世界成就，如来的神力过，那么如来在这个地方，这空中成就这么个世界。一者是如来神力，二者是入众生的业啊。嗯，法而就是自然的，自然的，自然形成，就叫法而。一是法性，一是体而建立的相，生的一切周相，一切众生。行业故，一切众生的运作、操作，操作就是业，业就是造作，造作什么呢？造作而形成的。一切菩萨成一字说得过，一切菩萨就在这华藏世界成就他菩萨的事业。证得了一切字，一切众生即入菩萨同济善根过，就说的敬分啊，华藏世界的敬分，世界成就的敬分，由是一切菩萨严净果度的愿和力。愿是愿，力是力，先发愿，愿产生力量了，成就这个世界。又者一切菩萨成就不退行愿过，因为行是作用业，是业，业跟什么起的？跟他愿力所成就的。一切菩萨清净圣洁自在力故，一切如来善根所留，即一切诸佛成道时自在势力故。最后说到普贤菩萨自在愿力故，因为这个世界成就是普贤菩萨说。